好，另外在高雄市社教馆举办的亲子飙戏剧工作坊，第一次和高雄市原民会合作新增原住民班，那么有30位接受戏剧训练的原住民族学生，也经过12天训练之后展现成果。好，小演员改编儿童剧《小狮王的梦想》，演出加入了原住民族文化的元素，而剧中的3大角色族群有原住民族、动物以及小妖精。那么内容描述小妖精大闹祭典，族人就去找小狮王来帮忙打败小妖精，扮演的小朋友们都乐在其中。